我猜你不是来恭喜我的吧？你别调去成都，是和詹瑞文商量好的权益之计吧？他只是华东片区的销售总监，没有人事任免权。三明也没有。可我不也还是来到这儿了吗？他们俩在集团的话语权，你我心里都是很清楚的。这也说明你我是得到集团认可的，否则。 他们说什么样的话都没有错，而且当时也是你说的，我们一定要尽全力。你这个利益使得不怎么磊落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就想听你一句实话。U盘的事情。 你是否知情？什么U盘？你刚在上任的当场，你就扶正了莎莎销售部总监的位置。我怕这是你对他完成任务的奖励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所以，你对我是使用苦肉计了。你故意让我去你家，看到那些你提前布置好的东西。 然后再故意把我调离枯萎的发布会现场，再让我去成都赴那场不怀好意的鸿门宴。